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篮球鞋系列又回来了。今天我要介绍一款 Jordan 新买的，包装很特别哦。这个叫做 Tatum Demon PF。它的袋子长这样，有很多这个，它是比较新款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款鞋有什么特别的，这是它的后面，它里面是空心的，哎呦，平时都是买 AJ1， 很少说买这种 Air Jordan， 所以蛮新鲜的，对我来说。然后它的材质就是比较偏运动型，它就是真的打篮球的。平时我买那种篮球鞋，它其实就是好看而已，它并不能说有什么打篮球什么的。这个鞋应该是可以，但我不太懂鞋子，所以我不知道可以讲什么。我只觉得它这边蛮特别，你看它是空心的这边。好吧，就是这样了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You ready?